我没有黑丝的什么东西的肉丝。笑得好好。三次哦。衣服是，就是塑身的那种，就是塑身的，但是我真的一次都没有穿上去过，因为我太胖了，崩开了。这个就绝对穿不上，因为说你们拿我爸的笔，因为我太胖了。时尚，时尚，最时尚，穿上肯定棒。真的，大家，我真的换。穿衣服真的就像你们玩那个小游戏，真的这个我穿不上的，真的就是给大家看看，跟那个泳衣一样的，我穿不上。谢谢已关注哦，张浩就是高富帅，谢谢你么么哒，看到了么么哒。我就觉得我肯定不是 A，要不然怎么？
你看，上面空，就是这，因为我不是 A 啊。真的不是。肚子太大了。